到水底啊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来咬了。没有人要咬他的笔啊。对啊，应该是没脚皮，所以不咬他吧。他大腿下去就一大堆了。哥哥，哥哥，你这么高兴？妈妈那边。哥哥，哥哥。他一直在看鱼呀、啊。拍拍手。很高兴，很高兴。为什么主角那么多？然后又讲。